我现在呢要来去换这个，这是我这一次木曜的运动获得的 MVP， 20000块艾迪达礼券，3000。哇！你可以得到10000元奖金以及20000元的 Adidas Go 鞋。哇！买物件了，走。这一件艾迪达看哪服装？这一间，这间看起来是挺帅的。我换了这一件，我就不能换其他件了。这件真的很帅，纠结。然后我刚刚买试了裤子跟衣服，我想要买就我刚刚试穿超久，因为比超久的那一件它不能换，可恶。然后就那一件我要回来买吗？我觉得我穿起来非常好看，你们觉得我要买吗？要买吗？究竟我没有选到20000块嘞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还没。15690。15690。对啊。糟糕。你要再挑一下吗？嗯，我再看一下好了，谢谢。对啊，还差4000。4000。4300。好。来哦，秀秀武器走。哎，我觉得可哎。这件不错哎，裤子。那我要查，我检查一下，那就最后一件。你这样讲一讲，它有瑕疵，我还不要。真的是。好了，我决定要买那一件了，因为呢，我个人觉得我穿起来实在是太好看了。然后我问了一下店员，店员说值得买，我就买了。没有关系，人生就是这样子，赚钱就是要干嘛？哎，这个也蛮好看的，披发带耶。那就是这个用哪个？这个你要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吗？谢谢，谢谢。耶，感谢木曜，感谢艾迪的店员，自装。